南区北极杯照相赛揭幕典礼由西宁镇长陈哲仁主持，四方各有关机关首长都应邀观礼。这次棒球比赛一共有35个参加，将分7天进行，预定到本月10号颁奖典礼。今天一共有5场比赛，第一场是武大同对国二，第二场海东对后唐，第三场金鹰对同等 A， 第四场中锋对陆桥，第五场开六对大湾。